Thank you.
非常感谢王一帆小朋友的精彩表演。各位嘉宾，各位新闻界朋友，欢迎出席由观乐怡基金会、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共同主办，谭山旭宇、汪晨一、宋贤珍、汪兰油画联展开幕礼。本次画展共展出汪晨一、宋贤珍、汪兰三位艺术家的澳门写生油画作品12幅。画家通过近些年来对绘画色彩语言的探索，表现了澳门老街意蕴以及对生活的感悟。现在我们先有请本次展览的艺术家汪兰老师致辞。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画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才王一帆小朋友的小提琴演奏让我感慨万分，使我想起许多儿时的回忆。小时候我在那边练琴，我父母在这边画画，许多时候他们的作品，绘画作品是伴随着我的琴声完成的。后来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画画都要听音乐才能创作。其实从艺术的本质和起源来说，绘画和音乐同根同源。今天在这里展出的作品，也是我和我父母对于澳门形象的一个感悟和对于美的形式的一种探索。我记得2002年，我父母第一次到澳门，就非常喜欢澳门这个城市。以后他的每一次到澳门都会出外写生，尽管年事已高，逐渐积累了许多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澳门荡仔和路环渔村旧城的曲折蜿蜒的小巷，鳞次栉比的 屋顶，这些都在他们的作品里面表现出来。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景色逐渐的在消失。我父母他们也深切的体会到，因为每一次来澳门都在变化，澳门的变化非常大，有一些景色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看到，包括今天我们 展出的一些作品，那是2010年我父母在澳门写生的作品，今天有些景色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们特别想通过他们的画笔
来记录下澳门的历史，来向世人展示澳门朴素宁静的另外的一面。这些作品可能不是一部宏伟的巨著，只是一首婉言的小诗，但是这是他们对于艺术的美的形式的一种探索。旧城小巷和旧屋构成了画面的骨架，挥洒的笔触是他们赋予了画面的肌理和皮肤，色彩给予了画面作品的灵魂。这些作品希望能够让世人了解到澳门不同的这个方面，希望各位来宾能够喜欢欣赏。最后我要感谢关乐一基金会主席关乐一先生和基金会同事们对于展览的支持和细致的布展工作，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嘉宾、领导、画家朋友们对于画展的支持。最后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于艺术的执着和支持，谢谢大家。谢谢汪澜老师。接下来我们有请关乐仪基金会主席关乐仪先生致辞，有请。Good afternoon to everyone. One more event, and I have to thank you, especially for giving us an honor to be here and to share with us one happy moment. Each exhibition, each event that we have for us is very grateful, because our purpose is to give to young people. And we saw just the young boy playing. We want to bring up all talents from Macau. Macau have, and we want to give a chance for them to show, especially now that we are integrating on the Greater Bay, but we have a place and our values must come up. And the foundation will give all the cooperation for it. 首先非常谢谢各位领导今日的到来，然后各位领导在近年来也都非常支持我们关乐仪基金会所有举办的一些活动。关乐仪基金会是一个想很希望能够给体育给提供给青年的艺术家们一个展示他们的才艺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会在这里会尽量的去帮助一些当地的艺术家们去给他们做一些展览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关乐仪基金会也致力想在大湾区这个地方能够去发展它的文化产业，希望能在这个大湾区这个趋势里面能够贡献一份力量。谢谢大家。谢谢关乐仪先生。关乐仪先生请留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剪彩仪式。关乐仪基金会主席关乐仪先生，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长穆欣欣女士，澳门中联办宣传文化部副部长及助理邵斌先生，
澳门基金会特别计划处处长梁雅桃女士，澳科大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张志庆先生，澳科大人文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吴卫敏先生，澳门美术协会会长陆西先生，参展艺术家汪兰老师，有请各位。现在请各位嘉宾面对摄像机，我们合照留影。接下来我们进行剪彩仪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倒数剪彩，三二一，谢谢，谢谢各位嘉宾。各位嘉宾请留步，请面对摄像机进行合照留影。接下来有请艺术家汪兰老师向各位嘉宾致送纪念品。谢谢汪兰老师。好，各位嘉宾朋友们，今天的开幕礼到此结束，接下来是自由参观的时间。非常感谢各位的来临，再次谢谢，谢谢大家。各位嘉宾朋友，我们里面有小茶点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享用。
Thank you.